四点十一分，搭得上吗？那我也得冲出去喽。情况是这样子，我们现在是3点16分，然后我们要搭4点11分的高铁，因为有八折，然后要跟别人买，所以还要汇款跟取票，所以有点赶。是哦，谢谢。有没有喘啊？要赶下一班，不知道赶不赶得到。好，谢谢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干，走了。9分钟。你好，大平林捷运站。好，谢谢。跟另外一个人搞错，我们要买的那班已经没了，我们到的时候就买直达车吧。惨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买到票啊，我们就买了原价咯。其实蛮坎坷的，我们刚才以为我们有八折票可以买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毅然决然的搭计程车赶路。结果那个人竟然是搞错了，因为我的名字跟人家另外一个要买的人很像，所以他以为还有，但是其实已经没票了。就是你真的看起来像他度假，你知道现在在下雨吗？下雨你也想度假？好，来呗。一张票是1490块，很贵的。啊！在 Hostel 看到这种，因为这是台湾的 Hostel， 好棒啊，感觉蛮干净的。早餐60，公道价，漂亮。所以它是一个双人床的宿舍吧？就是它是14人床。14人？对。OK。好。是选择廉价的回答。OK。太高级了吧？这真的超爽的，推荐吗？推荐。而且你知道这样房价多少吗？2个人加起来745块，含早餐，这么高级。我真的是推荐哎，大推。很干净，这个太酷炫。用房卡感应。太舒服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屋檐。就知道这个雨势有多大了。本来想要去夜市、去爱河之心都没办法去，如果照这个态势来看，这就叫室内了，对吧？这室外是绝对不可能。好，走 ，Let's go， 先进捷运站。
高雄其实有六合、瑞丰、青年、光华、自强夜市，很多。我们等一下去攻略瑞丰夜市的美食，好吧？你有觉得我今天有点没有元气这样子？为什么呢？我刚才发现，我觉得这种砖块砖头是只有南部，就像台南、高雄才会有的。但很显然就是不同意，所以我想要教给大家，你在台北可以吃这种形状、这种颜色的砖块，有吧？下面留言，如果没有 ，support 有吧？那你想一个地方啊，你只要举得出一个就好了。很多地方。不会，放这个就已经很多了。猪头皮吗？我妈猪头皮本来长怎样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真的。好，大肠。我不知道猪头皮长怎样。140。好，哪里来转啊？台北。下来玩了。对、啊。Hello。谢谢。好。看起来超赞的。哇，真的超香哎，超级香，完全迫不及待要吃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卤味。那面我觉得那个沙茶的味道非常好。嗯，哎，嫩多汁，好吃。吃完了，陈家，我们现在就要吃酱豪记臭豆腐啊 ！Let's go。麻辣臭豆腐。有到水准。它可以豆腐会再软一点，对不对？还不错，但我更推荐深坑的庙小点，名不虚传。我一直都有这个疑问，就是到底它是属于汁还是汤？你觉得我们该喝它吗？其实我每次都会喝了一两口。对，就是你，我觉得它重点就是定位不明确，就是喝了一两口就代表说你是傻喝的，可是又会觉得说是不是它是汁，我不应该喝。可是其实我又想喝，喝了又觉得怪，好像不应该喝。如果你们有觉得有知道答案的人，可以帮我们解惑一下。好，百闻不如一见，我们来到了高雄人最喜欢来的瑞丰夜市。哦，鱼子蛋。我们这边要吃的是什么？生煎包啊。超级 juicy， 它很嫩，非常嫩。我觉得这一家，如果它的蛤蟆都那么猛，不用说它生蚝。大家一定都很猛，就是下次再来瑞丰夜市可以考虑来吃阿嫂。